半裸约会，正面看起来是一装笔挺，背面让你吓一跳。为什么穿这样的？有点。因为我想要来一场正式的约会。是今天半裸约会的赛评，我叫萱萱。我是今天的赛评大鱼。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今天算是一个穿西装跟女生约会，那你对于孙生平常不要被女生发现这件事？有自信他可以挑战成功吗？我觉得以他的脸皮厚的程度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看起来都是还算正常，就能这样子，大概这样子。嗨，帅你好，差不多。有三个任务一定要挑战。OK， 海盗船，海盗船 OK。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很难呢，那个转呢。还有碰碰车，发现他在排队的时候一直站在后面，对他不会走在女生的前面。他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，不会被发现？这个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我都可以啊，我坐外面好了。他们应该是旋转木鱼吧？那你想要坐哪里？坐后面好，双载。啊，这危险啊！我们还是要乖乖守规矩啊。这里很危险哦，他双载，他想坐在后面。这应该是很容易穿帮啊。哇，非常容易穿帮，他连坐上去都非常艰难。对，你看他上的其实啊非常优雅，比山上优雅还优雅。你为什么不坐好？啊，没有，我那个有点，昨天那个健身啊，有点酸啊，肩有点酸。对呀，可以，我这样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那是什么？星宇，你看那个，好好笑、哦。那个小孩子超好笑了，他刚跌倒是不是？哦，他这一招很厉害，你看他故意叫他看旁边，对对对，然后把脚跨过去，就靠这一招成功模糊焦点。而且你看他动作回放，其实腿的部分跨过去算是很自然。对，棉裤小棉裤，好啊。下次穿棉裤给你看。这棉裤的前提要很大吧？你知道造势晚会到一半走掉会怎么样吗？会的。会造势逃逸。谢谢。我在填补一些人生的空白啊。我填补空白。这样好像填下去啊。没事啊。我先扶你，没关系啊。你看起来很美耶。不是，因为我昨天健身啊，我昨天健身。不是因为腿太酸了，完了，他脚直接卡住了，卡住鱼尾，完全下不来。要穿帮了吗？你还好吗？没有，腿太酸了，真的。这个柔软度非常好哎，很厉害耶！他现在很喘。我们去玩下一个。金宇说想要玩海盗船。哦，可以啊。你敢玩海盗船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那是小 case。海盗船坐后面才好。没事，我们坐中间啊。坐吧，走啦。我有点可能会小晕眩。走了。不要，我们坐后面啊。我们先，我们坐这个啊，中间啊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吗？行。哦，好，海盗船其实应该蛮安全的吧？这个很难说，这个坐上去会这样，哦，就露出来了。你从上面看很好。什么东西啊？本身已经觉得快往生了，但刚刚真的是只有一秒之差。对对对，差一点点就露馅了。嗯。海盗船有点 PDSD 啊，创伤压力症候群啊 ，PPAP 啊 ，I have a plan， 对，所以还是会怕、啊。哎，今天蛮浪漫的，今天有点小飘雨。对，肚子好饿哦，等一下要吃东西，肚子好饿哦。不想跟他讲话，那我要不是我，其实蛮怕海盗船的，这真的，我很讨厌这种。深情一点，对望。Oh my god。结束了。啊！海盗船好可怕哦！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他到底要怎么出来？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处在一个很尴尬、虚脱的状态。来！在干嘛？没事，又头晕。走了。我比较好奇是家长看到的想法是什么？赶快想把妹妹拉走。对。因为他其实正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健康，非常得体，对，很正常的一个状态。走吧，我们去吃热狗，不，我们去玩别的吧。啊，你要带路啊？你要干嘛？你们两个，我不想当电灯泡，我就想走后面啊。走一走，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好，不然那个走路会跌倒不好。
其实我觉得女生们已经有点疑惑，就是孙生为什么就是想说他今天怎么怪怪的？对，他觉得他今天怪怪的。对，如果你跟一个人约会，然后他一直要走你后面，我会觉得他怪，这是在干嘛、啊？瞄准那色，瞄准那色。对，瞄准瞄准。前面一堆人在看他们，好奇他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他们可能想说啊，因为在拍摄，可能好奇，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对。但其实他一直这样背对侧面走，算是蛮憋屈的，有点不舒服的，因为那个腰啊，他的腰不好的人可能不要轻易尝试。真的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站好，站好。前面是。帅哦，你的西装，看看你后面可以吗？这粉丝从后面他有发现哦，他衣服不一样。他刚刚是从另一边过来的，所以他等于是说有看到他背后的状态。不知道这个粉丝会不会不小心给他说出来了？等于是说旁边人的眼神其实是可以让被约会的对象觉得怪怪的，对，发现异常。想看你的后面？对啊，可以吗？你小美观，欢乐碰碰船。没关系，瓜哥没事。你是船队的话？对，我是因为我是晕船体质啊。万一你们湿掉怎么办？那的确正常，跟我出来是比较容易湿。他们接下来玩这个非常危险哦。对对对，因为觉得不小心，哎，他就飘到后面。而且他不是碰碰车，他是碰碰船。碰碰船。哇！你们先出发啊！你们先出发。OK， 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。玩这个不是错战，这个可以尽量不要转吗？没有，就是你自己操。啊，我自己操控吗？我自己操控。可能不转了，这太难了啦！这太光坐上去，直接转起来。哎，蹦蹦，好可爱哦，真可爱！真可爱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哎哎！哇塞！哈哈哈哈哈！